兄弟像你的子女一样好快乐。慈悲之旅随行团员们在大喜利山间的三间孤儿院分享着食物、文具、衣服等生活用品，喜悦的心情在夜色中擦亮成一道慈悲的光明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Samaya
子本座萨摩耶萨悉地婆罗诃阿弥本座萨摩耶